经离开，情也无地断，伤痕一生陪阮行。啊，怪我太痴心，爱失去控制，才好幸好笑阮爱滋味。您竟然想要把欠钱的这部分掉？好在阮就是赶到的，所以社长这个话才报掉的。哦，那你看起来报纸报的拢有影的吼，确实是家族啊内部的争斗。我知发生这个代志，您无想要跟志田集团合作，这嘛真正常诶。啊，不过小海两面就要等于集团接班啦，敢讲？你真正要装置好所在，还是新制作合作？哎，对小孩来讲真无公平啊！哎，弟仔，你了准我真介意安尼做。这合作案进行这尔久啊，即马临时改变计划，话停落来，绝对了钱。啊，不过真愿你啊，因遐个人会所作所为阴险奸巧，我真正看下。明明大家拢知影，阮亲家还佫有天佑。因两人失踪的代志，甲因绝对有关系。啊，毋过就是找无证据，私底下嘛抓无因的枕头呢。这哦，我吞袂落啦。所以只有把这合作案啊，甲撤落掉，好好所在这个部分啊，给因赔偿了结，安尼才好度消我心肝的口怨气啊。相信讲小孩是好人，敢讲你嘛要尊重合作，一条还一条。我知影，你想要甲小孩斗相共，啊，不过你嘛袂当干那顾着伊的利益，都无顾我的立场，安尼对阮不公平。甲趁钱比起来，我更加希望天佑甲阮爸会当平安回来。人美心更美，妈妈，功夫妹妹，阮姐夫捌甲我讲过，伊叫我一定要甲我爸的事业守好条，所以我一定会认真做，我绝对袂乌白来的。宝珍阿姨嘛甲我讲，新之泽阿哥有好所在，拢是阮上重要的投资，嘛是阮姐夫上介意、上介意做的代志，所以，我该当甲恁拜托。给我一个机会，给我跟您做伙完成，好不好？我看较困难啊。你，就算你是好人，问题是恁志田集团啊，有争夺你甲尤其两只贵地的。好所在啊，有贵大咧乱，干么都叫好所在，都变贵啊厝啊，安相较大？我有看过志田集团的资料。因为真侪子公司，就像爱高档所丢进前台湾万代、光贤甲星空咖啡合作案，嘛是志田集团的啊。啊，因有饭店啊、商城啊、家电，新之泽进前就是小海在负责的。你唔通袂记哦，新之泽就是志田集团用这个名义来甲好所在合作的啊，敢是？
啊，不过，因是家公司的，庄玉丽敢有可能无插手？以我所了解的，织田集团这个组织，庄玉丽跟 UK 因是无迄个款来当插手的。拜托您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拜托拜托。我看得出来，你真有诚意。啊，不过今嘛，志宏甲天佑拢无消息，我实在是无法度答应你。甲当初对我天佑，今嘛是暂时失踪，无得甲因真紧就会回来啊。今嘛上重要的，就是甲因的投资收获掉，等因回来看到好成绩，安尼毋才袂枉费因当初安尼打拼的清楚。宝生阿姨讲的无唔对，咱袂当输予歹人，歹人甲我欺负嘛，甲恁欺负，所以咱一定要团结，咱要变成魔鬼终结者，要甲魔鬼泡澡。等下人美心更美，妈妈，我一定会找宝章阿姨给我倒三缸，袂让你失望的。哎，啊，恁两个拢同意啊，加上丁啊，天天到这落去，安尼一直挂保证。好啦，我送他去合作完，就继续了。邓小红总裁，邓小红总裁，既然代志已经讲完了，我甲玉飞搁要去陪伊一撮，都莫甲你叫了。你要看见是要？啊，不过看见阿伯精神，我甲庄月丽甲志田雪搁会出什么奥博？所以，我已经给人们人心修点不一样。哎，林经理，老师们说要到三更，随时跟我来吧。嗯，那呢，我请来，再见。想要阻止我对郑华的出手，才开车弄回来。开车人是啥？敢是尤其？尤其乃知影我郑华的坐在遐。我是昏迷偌久啊？郑华的个碰瓷厂是死还是活？主席的讲啥？我拢听袂着。好佳哉，因为气爆造成我暂时耳鸣，我阿香鬼彭局长对我催眠。郑华丽，不是我好运，是你拆迁改牌，我将着去找你。咱应该算下，算个清楚。
你别奶奶，我奶奶是什么意外？你别当袂过我的话，这才啊你，你就无法度替你阿弟啊照顾伊的母子啊。这是我的全家福，阿爷，简单拜托你，拜托你替我看顾伊。我等过阿弟啊，要替伊把骨甲担起来，要替伊把天药找回来。我来即马去找郑华理赔，我是免得时间对阿弟阿有数。对啊，我明天重播。天佑跟张子祥要找着了，老总裁意外，马上要厘清真相。这个代志绝对跟郑华理有关系。怕是怕认罪，那恁即马我就将计就计，互因认为我互因成功催眠，我就有机会接近伊，找出真相啊。我一定要冷静忍耐，若是无得做一遍，甲郑华丽引导，我要报仇就无意义啊！那还有够烦呢！啊，阮爸就唔知影啥物时阵会醒过来啊！恁两个参像地府灵同款，是要救伫遮。啊，万一阮爸昏迷一个月，恁两个是毋是就要带落来啊？哈！多谢你的建议呢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真正有够般配的呢。啊，你一定讲不是已经打算无要甲阮志田集团合作啊？公司落来直接重组。因为恁阿妈有真侪代志拢解释袂清楚，我合理怀疑是透过要安抗事实，为着避免伊出后步，趁我无注意的时阵，把小笑场转移藏起来。我当然嘛爱收伫咧遮。啊！若无，我想要去倒位找阮爸跟阮小弟。就是讲，即马甲织田集团有关联的，已经四种三个人啊。而且阮爸最后接手的人就是织田社长，所以阮当然有这个必要找织田社长问候清楚阮爸的下落。错，哇！恁讲甲袂输，阮织田集团是百慕达三角洲，今日去啊就消失。错，哦，你不管我拢无靠。我要立刻看阮爸。不准回来哦！若是搅扰到阮爸，我就把你轰出去。就鬼啦！哎呀！爸的嘴唇哪会焦焦啊？爸，我要用水把你的嘴唇擦一下，哈。免了。爸，爸，啊，你什么时阵清醒的？啊，你即马感觉安那？身体够无爽快无？阿娇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拢袂记的。我有听阿妈讲啦，阿姨讲你甲伊阿到彭特助伫米达食宵夜。啊，互一个三宝弄着，啊，对方阁肇事逃逸呢。就好佳哉，咱织田家啊福德深重，啊，虽然受着这种无妄之灾，啊，恁三个就有轻松啦。啊，所以哦，一定是神明有保庇。听恁来讲，恁阿妈伤势应该不是真严重。嗯，是啊，没想到阿妈甲彭特助年岁遐尼大。哦。我身体讲内操好动，送去病院无偌久就清醒啊。妈看你一直昏迷，又烦恼到要死啊，啊为着要互你好好静养，今仔日透早就走去公司开临时董事会啊。啊，想要先把你的社长职务转移给妈代理，
够担心的。那当时会过安怎？敢有通过迄题啊？无呢，题还无通过，所以你的职务还是留落来啊。现在安尼。啊！赵小爱阿姑忽然间出现伫董事会，阿姨用会长的身份甲你保调的。伊讲哦，你真紧就会精神啊！阿姨阁需要你伫事业上甲伊协助。阿妈甲阿妈最后嘛无意义啊！哎呦，会长哦，这董事会等于是白开啊啦！啊，不过阿妈也是妈知影你精神，一定足欢喜的。啊，我即马打电话给伊。阿姐。嗯。我到底昏迷偌久啊？够了，这病房光线真暗诶，光足赤夜诶。卡电啊，调个油开。甲卡电油开，无闲一下吧。啊，无我甲电话拢泡开好无？现在袂用。啊，着搁甲迄两个姊妹啊，亲像门神共款，就伫外口。啊，讲今仔日哦，一定要为你遮门村伊拜下咯。哦，因昨一家伙啊，已经来乱过啊呢。拢烦死啊！你袂惊？阿爷会陪你。爸，我想你即摆应该无体力应付用吼。哦，我先打电话给妈甲阿妈，好不好？哈。秀君，你拢好无？我听说员工你出意外，啊，不过刷电动椅安尼恢复起滴啊！我开始先把你想起来啊，这段时间真感谢你甲志宏这样照顾我。今麦状况安怎？感谢着志宏啊！阿妹，阿姨，听讲你出意外之前有甲社长见面，社长敢有甲你讲阮爸的代志？无，我一直问伊志宏的下落，啊，不过伊拢无回答。电脑里讲起过去我伤害国家的代志，而且伊的态度真奇怪，情绪足激动的，甲伊个性完全无同款。啊，阁有咧，伊都敢若讲遮哦。然后伊就向阮公公离开，敢若要去啥物所在，我着急要留意，才无顺利火车弄着。虽然伊拢无提起志宏，啊，毋过伊的态度真反常。我想一定知影志宏伫倒，我嘛是安尼想。后来唔知影安怎，伊煞因为气爆送来病院，所以一透早，人美人心就收伫病房外面等伊清醒。问题才袂到，阁予织田集团的人有机会出奥博。阮即马就是要去看伊的状况，我甲你做伙去。妈甲阿妈知影你精神足欢喜的呢，讲随就赶过来啊！啊，我先甲你烤一碗鸡汤，补身体哈。天姐，阮有代志要问你，请你给我一点仔时间，我袂交代恁小姑的。哎呦，你袂当安尼，我补身体就黑烟呢。哎，爱姐。不要紧，你今麦给我倒位，感觉无爽快。除了搁一点耳鸣，不过头晕以外，其他不算问题。秀莲，你今日着急要找我，有什么代志？真正就歹势，明明知影你需要钱用，也是总理台，啊，不过我真正就着急。有一挂代志，我一定要问清楚。昨昏，你甲志宏做伙离开伊顶高了后，都无志宏的消息，一直到今嘛拢找无人。你敢知影伊走去倒？阮爸是一个足负责任的人，伊袂甲家己母甲失踪，阮大家这么烦恼。所以阮真正足烦恼伊的，惊伊是发生啥物危险嘛。昨昏我伫路下甲你拄到了后，志宏无甲你做伙。而且迄个时阵，你情绪真无稳定，对我讲足侪奇怪的话。
你形容公公唔知要走去倒，然后你就坐起人车走。小君本来要去留你，结果家己无说你，把火车弄掉，想袂到伊嘛因为安尼，煞回复基地啊。你还有基地啊？以前的代志，伊全部拢想起啊。天晴，昨昏到底是拄到什么状况？志宏人嘞？志宏敢无转去？看起来催眠有成功，安尼即关就过啊。你无转来，电话嘛卡袂通。伊毋是甲你做伙出去，后来你无做伙哦？无啊，我甲伊一定高讲完公事了后，我就去啉咖啡。然后我就分开啊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小雀上，我妈跟你出去以后就失去行踪啊！你敢真正完全不知道去倒位？是啊，阿姨跟我讲伊要见什么人，还是讲伊要做什么代志？恁是伫遐倒位分开的，啊分开的时阵，敢有发现什么奇怪的所在？你问我实际问题啊，我想起。恁这阵人真正有够过分的呢！天气受伤昏迷，才当精神尔，一阵人安尼走来问东问西，伊都已经讲啊，唔知高志宏走去倒，阁唔放伊煞，而且伊拢头壳疼呢，真正是要甲别死才甘愿。无唔对，敢会当拜托你两个较体谅的，让伊好好休困敢好？无需要甲因拜托啦，甲因好好讲，非得要听无啊？归去哦，咱赶紧赶出去啦！爱酱，光人，好，光人我上到啊，可以提扫帚。小戴，啊，尤其，袂当体谅秀莲英的心情，你莫对伊这么无礼貌。以前我因想起，我直接跟伊交代清楚，安尼找人不够方便。也唔过，啊唔过啥，恁若是进进东东，都无需要安排。昨昏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志宏离开一定过了后，我就去咖啡厅啉咖啡。志宏问我，我是毋知影天要黑了。伊问我天要失踪，是毋是跟张母关系？我就甲伊讲，我不操任何线索。志宏毋相信，伊认为。我是来安抚丈夫，最后就想起离开啊。志宏不可能对你做出这种的指控的。一开始是安尼跟我讲，无唔对。我想，可能是志宏想着去天佑，才讲出这番话，我无怪伊。有听到吼？那恁即摆恁欢喜甘愿啊无？会用的离开啊无？那是无发生什么代志？小娜在你的情绪被黑龙失去控制，而且你想起离开了后，都发生气爆。你讲所有代志无牵连，我唔相信。昨我讲丈母还佮彭特助去闽东食宵夜，被气爆是因为有一台车向我弄袂来，我根本袂呼吸。后来我就昏去啊。这甲我对你的态度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愈解释愈感觉奇怪。第一，你昨拄到我的态度，类似我甲你做大冤仇共款。第二，你与天佑失踪，甲会长有顶搭，你无可能甲伊做伙食宵夜，这想无合理啊。柯淑君，董太太伫个，请你注意你的分寸。我知影，你阁予因催眠了对无？啊，若无，你无可能变甲安尼。恁是毋是阁催眠欠钱？敢是因为发现恁对志华阁有天佑做甚物代志，伊想要找恁算账，结果恁阁会开车人甲伊弄昏，然后就催眠伊，让伊消毒记忆。
你是要被讲啥？我本来有可能有任何人对Kenji催眠。副社长，我一直怀疑你用催眠控制Kenji。伊原本想要家己找证据来证明这一切，啊，不过伊嘛怀疑天佑甲志宏失踪甲你有关系，这代志伤过严重啊！我无可能当作什么代志拢无发生，所以麻烦你，你今日一定要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您到底是讲什么催眠啊？我应该知影，苏娟还有谁哪会讲到催眠？你知影？之前阮大家昏迷的时阵，伊一直伫个家己痛苦的情绪内底模拟精神。后来正因为听讲会长有实在催眠专家，所以就拜托会长把迄个专家传来替阮大家催眠。结果效果真好，阮大家真紧就精神啊，甚至家己心内困扰拢放下。催眠这件代志啊，好参像科特主会讲的遐尔神奇啦，伊只是一种心理治疗。所以每一个催眠专家都不可能拿催眠来违背三者。你别再说白贼了，你开始对Ken姐进行催眠，我跟Ken姐你会调查这件事。柯主席，你的想象力根本是太丰富啊！我们丈夫跟尤克想怎么对他催眠，这样做对有什么好处？你别在这制造谣言。就是啊，柯淑君，你安尼一再想要破坏我甲Ken姐的信任，还佮红阿婆感情，你到底存什么心啊？我无在制造谣言，是你伫咧怀疑伊用催眠咧控制你，所以你才请我做你的助理，希望我能踮伫你身躯边找到甚物证据。你敢有找到甚物证据？有。有发现，大概若是讲起甲质量有关系的代志，伊隔当间都会袂记哩。那我问你，你即马敢会记你高志良这个人是啥？你若是袂记哩啊，我就能确定你搁予伊催眠啊。是安怎甲阮大伯有关系啊？我当然记高志良，是志宏阿兄，是真侪年啊。正因志宏搁因为我一寡动作个行为。误会我是高志良，后来阮去验 DNA 证明我毋是啊。柯主席，你是安怎一直讲这件毋是事实的代志？因为你真正变甲足奇怪。奇怪的人应该是你啊。对啊，秀莲讲你会有记忆啊。既然你有想起过去的代志，你哪有过遐面讲着高志良？Ken姐，你卖两尊讲。你即马改头换面，待要甲过去，你安怎伤害郭志良代志放袂记？你甲张家良偷来暗器，互郭志良做后顾，搁利用郭志良甲志宏要坐车去日本的消息，泄露予警方。最后，郭志良才会替志宏动情计，不然还死去。柯淑君，你这杀人凶手！竟然到遐面，讲着郭志良，甚至即摆走来，为了志宏代志，得加小心大细声。柯淑君，进前你甲你遐袂进前的代志，拢放袂记，大概当初一个借口，原谅你包容你。要毋过，既然你即摆全部拢恢复记忆啊，你毋得爱倒去继续好好反省，搁伫遐食。假作讲甲各界的人有偌亲偌好，你敢袂感觉你伤过矫情？那是志宏甲秀莲，因心肝伤过自卑，才愿意给你机会重新做人。但我做是我，我绝对袂原谅，这还是我兄的杀人凶手。天姐，迄拢是过去的代志，小君嘛已经忏悔啊。我嘛真努力，想要为过去的悲伤中走出来，所以选择放手。我相信，
善良的阿兄，若是搁活伫这个世间，伊嘛会选择原谅秀君的。干嘛呢？高志龙都已经往生啊啦，所以并无人会当证明讲伊是毋是已经原谅柯淑君。志龙是毋是愿意原谅我？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志田见死，我今麦忙你，你愿意相信啥？我当然相信阮丈母甲阮太太。你应该袂认为我会相信你一个这歹代志拢敢做的查某人啊？柯淑君，你莫再制造谣言伤害别人啊！你已经造成我真大困扰。你敢真正不知影志宏的下落？既然你不肯相信我讲的话，那安尼我无什么好讲啊。歹势，我忝啊，我想要休困。请你离开，不去，让你上去。阮先生讲的话，相信你拢听有啊，哈，请你离开。叫了。我来到最后。你要是无法度放下，甲志田才二十几年前，静静讲，伊勇敢面对所有一切不堪的真相，人是你。按不你今嘛，这三弟才是你家己命。我唔知道你无法度放下是啥，是金钱、权势，还是阿母结婚？我干那希望，你只是让樱花都卖掉。至少我冇伤害过任何人，至少我对起自己的良心。杨克淑君，我让我看你咪啥吼？你是什么资格会再质疑我？既然对我这样子不满，那呢，你冇说勉强自己继续做下助理啊？咱看过好友，到这为止。我了解，这段时间多谢你的照顾。你保重。你放心啦，从今以后，无你伫阮庆姐身躯边咧高高伫，伊绝对会过得比今物更好。是啊，该讲的阮庆姐拢已经讲，麻烦你赶紧离开，莫耽误着伊的休困。咱若是搁唔离开，阮就真正要请保全啊！麦雅春讲，惠民医院是恁的地盘，阮就替恁保管的。恁若真正想要安怎就安怎。听着无？行啦，行，行。总算是把这场麻烦给请走。你搁好意思讲啊？是啥？阮做你放伊入来？哎呦，阿嬷，啊伊人遐尼济，我哪有法度甲伊阻挡？庆姐，打精神，就予伊安尼走来问东问西。你会忝无？搁休困一下无？妈，玉琪，我是毋是伤见清菜啊？你哪安尼讲？拄只爱将有甲我讲，恁早起有去临时董事会。你是要搞遐社长这位置换掉？看姐，你误会啊啦！迄是因为讲医生有讲，你要真长的时间才会当恢复健康，所以我就甲尤其参详啦。啊，赶紧选一个人来代理你的位置啦！啊，若无，会影响到公司的进行甲发展。是啦，就只是暂代尔。啊，阮就拍算讲，等你精神了，身体状况较好诶，就随时予你复职。而且我听讲，小艾嘛误会啊，
因想要甲我为织田集团踢走，伊就真紧张。既然消息这么要紧，安尼我得赶紧好起来，等伊甲斗相共。是啦，小海确实是够火啊啦！你对织田集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啊，不过你目前哦上应该做的代志哦，是好好静养，赶紧好起来。是啦，啊，你加休困一挂，我先回来替你存一挂药品。安尼吧，我去带鸡汤来给你啉。麻烦你啦。阿尊讲，小局长成型了后，就会当知影爸的下落。想袂到是这款结果，即马煞手又搁转去啊！对啊，早知安尼，咱就莫浪费时间守伫个病院，去别个所在找煞手，无得卡搁较有效。小君，对只庆吉讲的话，你莫藏伫个心肝内。大伯真善良。伊袂参照庆吉讲的遐尔无情，我相信伊一定选择原谅你。庆吉讲了无唔对，我确实做真济对不起志良，还佫有国家代志，而且我无想要暗讲，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你嘛为你犯的过错付出代价，你都莫为难你家己啊。小林，多谢你。啊，不过我对志良的伤害，是我这世人永远会疼。我早就心理准备，要把生活做拢打落来，过后半世人。嘛，是因为这种做恶感提醒我，一定要好好打拼，尽我所有能力去弥补。你要烦恼，我因为伊讲遐个话，放弃我家己。即马上重要的是。找到志宏，阿姨，你拄则讲，你感觉社长变甲足奇怪的，我伫咧病房内底嘛有这种感觉。虽然我甲社长无熟，啊，不过拄则迄个人，甲我印象当中的社长真正就无同款的。我嘛是安尼感觉，虽然小秀上伊讲话一向无啥物表情，啊，不过伊讲话袂遮尼犀利，嘛袂遮尼针对。若毋是我在场，我真正袂相信遐话是讲的。对啊，虽然织田社长不苟言笑，啊，不过咱是会当感觉到伊的温暖。拄只伊的态度遐尔冷冰冰，根本就是换一个人啊。既然大家拢有同款的感觉，安尼真明显啊，社长身躯边的人一定有问题。怎怪你因母仔囝一定有动脚手？问题是，因都是拍死唔承认，但是要安怎？因家属阿伯，咱就赶快方式对待伊，并因讲出志宏还佫有天佑下落。小姐，两杯卡布奇诺。好，随来。尤其啊，我认为哦，你若是有机会，爱较注意看钱。什么意思？拄食第一个病房，我一直注意伊啦。我感觉，以后恁爸催眠成功，应该是演出来。妈，你敢会想过搞彩旗啊？敢无看到看钱？把伊用上微好的柯淑君拢赶走去安尼，伊对伊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安尼来检验，查到柯淑君，阮目屎流目屎滴啊！所以我相信，我会肯一顿的。你想会趁啊？你到底想要讲啥？我问你，会怨恨柯淑君、怨恨甲家己出去的人是啥？当然嘛是我啊，我实在是靠袂住，会当甲柯淑君碎尸万段。唔对，是高志龙。
假使讲欠钱啊，真正会有记得。面对一个捌伤害伊、捌利用伊的人，你感觉伊有啥物反应？因为对你来讲啊，拄则欠钱讲遐个话，是咧维护咱啊。啊，不过在我看来，我认为欠钱是真情流露。妈，你是不是对你的客兄的催眠能力开始起怀疑啊？啊，对啦，你彭启聪哦，最近看起来真正是虚咧咧，不过你无得信任伊。你哦，真正是开嘴无好话，伊是恁爸呢。我懂啊，想叫我先生这样尔曲折离奇。所以嘛，你来定定记我呢。啊，若无，我拍钱加手，袂记啊。无想要甲你花啊啦，我也是提醒你，有机会哦，多少甲欠钱试探咧，才袂欢喜过头。奇怪啊，啊，咱店遐尔久饮料，哪袂来？小姐，小姐。嗯，那刚才那不是有两个人客，人呢？头家，我拄才叫来汤哦，干嘛到身旁来？头家，尤其，进来，跟你回。家足够人玩的呢，想要吃一个物件，咱就随把电话禁起来，铁门叫落来。恁两个是不是应该好好检讨一下？半天五四三啦，明明就是你闭鬼闭怪，你到底想要安怎嘛？不管你想要创啥哦，放阮出去，啊那无阮报警啊。好啊，紧去啊，顺手去警察局，把志宏、天佑失踪的代志讲清楚。张秀莲。你真正是讲袂存车呢？你的后生，你昂在失踪，阮啥物拢唔知影，甲阮一点关系都无啦！你是头壳歹哦。就是啦，开始讲你脑见鬼，应该证明。你人失踪是甲我有关系，咱俩见鬼可以有警察啦，互因来抓阮啊。啊那无，我是只某某规大堆的啦。还佫有啦，你若真头壳歹去，爱去看医生，有病就唔通拖啦。等下，谁是去病院？唔知影，唔知影是有人火车弄着，还是火烧着，还是讲熊熊心脏病、脑中风？柯淑君，你是不是在报鸟吃鸭丸哦？你就是在怨叹，欠钱叫你包好啊款款的，等你吃家己，所以你唔才会使让江秀莲来顾及出人。你是不是误会啊？我甲淑君只是拄好经过。都看到你母仔囝，予人关伫个店内面，行到面前，请顺顺，阮在洗洗后，才留落来看老的。你哪会讲是阮家己关伫个内面？而且，阮也毋是头家，这门哦，阮拍袂开哦。把门拍开，关门啊！
安怎？你是不是感觉这种局面真实在？你到底是要安怎啦？伊在面带意外，互恁甲欠一个地有淡薄无共款。我当然用上接近的方式来帮助恁恢复记忆。真是轻小事。迄条意外，我嘛是受害者，我哪有可能叫车来弄我家己啦？这嘛是我想要知影，到底是啥物天大的秘密，互你甘愿赔家己的性命，嘛要按开？你甲阮讲个，佮有啥物关系？是安怎天佑、志宏一个一个拢会失踪？既然你唔听老师讲，我只好用同款的手段来对付你。张秀莲。熟悉你不是一天两天了啦，你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而已。情况是怎样？就像康淑君那款害死你大伯的查某，你也是同款，才会简单原谅伊啊。所以哦，今晚唔免伫遐假气票，是要甲阮吓惊啦。赶紧甲阮放出去，啊那无，我绝对跟你无客气哦。既然安尼，副社长，你该真了解我，秀莲唔敢做的代志，我拢敢做。柯淑君，你若敢有白来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我警告你，莫跟我呛声。电修耍两工没有车路，拢是你，你无代志，此刻要从啥？你搞无你应付因啊？我人无大诶。你若是不肯交代志宏甲天佑的行踪，阮就真正啥物拢唔知啊！因为所有的线索拢甲你有关系，所以无论安怎，阮拢袂相信。拄只只是警告，恁若是阁无老实讲，无保证等的，恁一定会后悔。好啊，我一直该讲的我拢已经讲了，若是阁唔相信了，买台买挂又在恁啊！尤其，你是讲啥？好啊。莫怪阮无予你机会。现在是上兵啊，啊无叫庄家人来，要叫谁啊？高秀莲，挂小棍子的恶性查某人，用种粗俗的手法，我袂感觉意外。
那得立马了落。你真正是完全不保。对付 BP 营厅的人，这种手段叫做以暴制暴。秀莲，门家伊讲遮尔济，伊即马是一只干咧台查某人身躯边弄来弄去的小奶狗，因叫伊攻击，伊就随去咬人。张家良，你即马已经沦落到都爱听郑华丽母仔囝的吵架，奇怪，过去我现在感觉你真有胆，真有魄力。是我袂晓看人，还是你变甲愈来愈无路用？原来是有人已经恢复记忆啊，所以你即摆是替顾家出头，为你以前所做迄个袂记忆的代志赎罪。你免着去摕我的过去来甲我考试，你唔通袂记哩。你所做的代志，无比我好到倒位去。讲唔对，至少秀君知影反省、忏悔，这一年来，伊已经做过真侪好代志，想要弥补伊过去犯的过错。结果你呢，后生给人卖掉，你煞替人算计，你根本无资格讲你是一个好爸爸。你去无局啊，你啷走？靠煞未啊！恁爸互恁知影什么叫做无局？您真正认为我出的人打不赢刘大力，我也是要提醒你一句，你若是想要救你的后生，你就袂当干那看表面。你若是继续助纣为虐，你早晚会后悔。等来走。安怎嘛？多谢你来救我。要感谢多谢，因为我不是一个白白共斗相共的人。会长，我要向你讨你应该何爱回报。讲，我的好心子想让你到位。好，来到王姐所在讲。哎。开车浪费了，搁无够，搁扯这只鬼来斗相共。你敢知你安尼做是扯鬼扯后端？平平拢是鬼，啊鬼无找鬼斗相共，无要请神明哦。我再讲啦，啊进前哦，大气爆了哦，若毋是有张家人来斗相共，咱早都警察扣起来啊，搁有迄个命徛伫遮冤家。所以话是气爆了后，无人知影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是因为张家良处理。因为上重要关键证据，我收起来。之前见识唔知为多为提这个钱回来，那小警方查到，代志都不叫你简单啦。真奇怪，高志良，伊以前都是一个真安分的白痴，想要跟你生活做伙以后，都变啊这样歹啊。搁算多，搁算钱，真正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呢，拢互恁教歹去啊！你即摆在讲啥 ？Excuse me， 伊拢知影。你搞个歹去啊！这尔重要代志，你当讲会知？啊，那无嘞？凭你哦，啊是要凭迄个要死搁死袂起的彭启昌啊？谁叫你要把鸡骨啊分到这呢大粒？还鸡骨还得要破去啊呢？
我即马若无找一个有够力的来斗相共担，敢讲要有在迄条鸡骨仔破？恁出代志的时阵哦，可能有去接到电话。我对彭启昌的电话内底，毋才听到讲你甲倩姐的对话。原来倩姐去找林胜晓啊！我毋才知影，倩姐认定我甲恁拢是强苗，怕啥物体得甲咱变面啊？倩姐是寄钱要甲你变掉的，煞落来。是不是要对我？你若讲出代志啊，我是阁会当找谁去讨救兵啊？谁会当我挖去？就敢若剩张家良啊。好，张家良，既然知影欠钱的身份啊，那安尼就请你帮我收这个秘密，安那无？那无安怎？你无资格甲我讲条件，或者是威胁我？恁即摆已经无路通行，不管是健康、本家、高家、李家还是王家，恁所有人拢得失了了，包括我在内。也毋过本家甲高家，恁无需要烦恼，因为因所有人加起来，嘛比袂过我一个张家良，对恁威胁搁较大。因咧顾形象、顾道德、讲是非，也毋过我毋免，我无包袱啊。只要我想要对付。我爱伊死的人，我都会不择手段，不管我垃圾、我卑鄙，我拢袂要紧。会记袂？你敢知影？我讲话哪会当遮尔大声？因为我汤家开，唔惊钱话，我张家良无啥物通我惊失去。杨哥又去比你较巧，伊知影要怎对付我一个汤家开，都是甲话本互我穿。我甲恁同款，变成情话的人，咱就徛伫咧同一个利益天平上。我袂让别人甲你毁掉。那是你张家良插手，你绝对会跟我忙走。尤其你甲伊合作绝对无好物啊！包括你的下场，你敢无见解？巴肚我也无选择啊。咱若无让张家良甲咱徛同边哦，咱就会让对志田集团踢出去。一无所有哦。你放心，我对志田集团一点仔兴趣拢无。我今日要伫我后生子上，你即马好好啊向我交代清楚，子上到底伫倒位？恁只要讲出来，子上若是平平安安无代志，我保证，跌到我甲爸哩。假使子上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高启龙提来钱，就用上建宏遐，你绝对会真歹看。妈，你若是知影啥物哦，都赶紧甲庄家人讲。我就只是甲尤云送去日本尔，其他人我拢唔知啦。钟华丽，你要了解一点。方云云安怎？对我来讲，我根本无要紧。也毋过，第时时阵，雄雄走出来一个人，讲自强去唱水，绝对是无阿王咧操控，想要带假风向。我想几步，这个人绝对是你。我阁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紧甲讲自强人伫倒位。你若是唔讲，我甲尤奇合作。都不需要你啊！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后生到底在对嘛！啊！好，看见你真正不知死活，我就顺你的意。啊！我知张志祥你的。尤其，你后背讲啥？妈，我本来想要替你安好的，也不过，伊怎啊要害你呢？所以为着要救你，我就只好老实讲。你刚在祈祷是你无听我讲老实话，志祥在倒位，你讲啊！其实彭启昌有跟我讲，
尚云云去日本的私人飞机顶面，还佫有另外一个人，迄个人就是庄子祥。小丽甲子祥杀出口，子祥伊是安怎？因甲我讲，迄天云云带着高天佑去海边要当鬼钱的时阵，庄子祥挂过啊。好佳哉，下副甲云云杀开。杨哥在杀开的时阵，子祥甲高天佑做伙跑落去山脚啊。所以，子祥伊无死，伊才伫飞机顶着无。咱若死啊，都无煞红上灶。若是我咧，才红上灶计得着无？对，你足巧的，约到啊！因报地了，彭特助有派人去找啦。也毋过，找到高天佑的时阵，伊都已经死啊，所以就放弃，无顾全花。啊，尸体去予海水冲去倒位，都毋知影，迄拢是伊家己的命。也毋过，好佳哉子祥命大，还佫活咧，所以就该带倒来治疗啊。这段时间哦，因为放假甲高假，逐天拢爱乱来要找阮讨人。啊，阮妈甲彭特助嘛，慌乱到唔知要安怎做才好，所以规气要讲白菜。啊，这白菜讲一遍、两遍了后，真相都唔敢去讲落去啊。所以规气就甲云云还有子祥做伙上灶。让阮做伙接受治疗。你讲敢是真的？子祥还佮我嘞，你无骗我。代志拢到这款地步啊，我佮骗你要创啊？唔对，你伫祈祷室时阵唔是安尼讲的，谁让你今麦佮突然间，什么拢愿意承认啊？恁绝对阁有啥物秘密伫阮某啊！我也无讲，迄是因为讲出来惹麻烦啦。哎，你若再去甲本家，还阁甲人讲，我是要安怎？我安怎讲？高天佑是因为云云才亡身的，我若讲出来，云云嘛有代志。妈，庄家良无遮讲，你想看卖啦？两家拢是冤仇人嘞，哎，伊是要徛在一边啊？这敢阁需要讲无？那今日才有你所讲的，子祥一个我嘞，恁都甲子祥交我，我都徛在恁这边。你去等我一阵啊，好不好？等风头来较过，我带你见庄子祥。有去。你爱知影呢？欠钱即马失去控制，因为嘛是因为你过来平补骗伊，唔只个代志愈补愈大空。即马大家咧替你收买，你着莫阁有意见啊无？咱即马唯一当我靠的，就是庄家良啊，因为伊过去捌对付过高志龙，即马要甲欠钱压落来，我敢那有能力啊。郑云，同好诶，你来这边？其实我是来找你啊。之前听人咪讲哦，是你斗三工，因叫我斗工志田社长见面，实在心动下。真当无啥啦，毕竟因关系着天佑阿哥阿姐的失踪，而且子祥甲阿公嘛跟伊有关系，我本来就应该较注意。阿先甲你说多谢啦，是讲唔知为虾米哦，我听人咪讲。这社长上清醒了后，几个人拢无同啊，无产生之前遐尔温暖，连阿姐下落都问袂出来。就算是安尼，嘛袂当失职。只要无放弃，我相信早晚会甲正常找到的。
是啦，希望哦会当有好的结果。啊对啊，你今日来是要接替阿姨因继续干事，你的社长是？不是啦，虽然讲哦，我嘛想要安尼做，啊，不过我看人美哦，遐尔艰苦，我是足唔甘的。是讲人美认为哦，这庄月里母阿囝也是足刚巧的，若是用紧迫盯人的方式哦，干来当互伊防备心啦，无一定会搁较好。我唔对啊，有时阵也是要去当好警察安尼较好。其实哦，我来这找你是有一个不情之请啊。啊，你是院长，伫遮有地利之便，那是有啥物之田家，还是社长上的状况，随时来通知阮。那有啥物问题？我本来就打算要好好甲伊观察一下。多谢你。既然哦，叔叔讲了啊，其实我有一挂公事想要找你参详的，唔知影你是不是方便？好啊，无去我办公室。好，来。麻烦请你替我查一下许明凤小姐进前断言用药记录，多谢。什么时阵赵尚豪跟严顺元这么好？你讲你已经摕到食药署的医疗物流领证啊？真无简单诶！我进前敢是甲你点一个，你不要买去完成。真正是我刚刚跌倒，看不出来。无啦，其实我进前哦，就有咧做功课。我嘛有去参加迄个食药署的辅导狗训练课程，佮加上我并购清风物流，因个冷链识别实在是真好。我只有发到几个医药物流哦，诶，这仓储啊，佮有专家。佮加上哦，我嘛有摕到这 GDP 优良运销规范的认证，一步一步来啦。赵尚豪个人已经摕到食药署的认证，卡手嘛伤紧。你这哈，你可都鸭子划水，超前部署。唉，最近听下的拢是歹消息，真无简单，才有你这个好消息。我想，阿静若是知影，真正病，一定来跟我请安慰。其实我摕到这认证的时阵哦，头一个想要通知的就是阿姐，啊，不过即马找无阿姐，叫天佑啦。我刚来当哦，尽力去做。阿明去做，我有答应阿杰要好好照顾人美，明安尼找无阿杰，就讲话无算话对无？嗯，我唔对。既然你已经摕到医药物流的认证，又要做公共事，你应该是想要清楚阮医药配送的合作对无？是啦，唔知影是毋是当有这个机会跟恁合作？真拄好，我最近嘛咧规划阮病院的医药物流。区块链的平台，我打算要把人力跟时间的成本中心起来。我打算要让病院的采购部门，啊，加医药的供应商落订单，啊，搁有物流配送的流程，完全为纸本化。变做电子化，嘿，你阿拄啊好，啊，阮豪杰物流一开始的力量哦，就是用电脑个 APP 追踪物流啊。我并购清风物流以后，嘛是咧规划全面电子化，生意愈做愈大，用纸无效率嘛，无环保。想袂到，你的理念真了共款。既然你豪杰设备甲理念都跟惠民真了符合，那安尼物流部分就交你来做。今日和赵尚豪摕到惠民这么大的客户，伤可怕。多谢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唔免客气，只是刚才有一点，我是无啥理解。明明冷链伫咧物流业内面算是较硬的部分，你才拄仔开始，是安怎要跟这么歹行的路？我有答应阿姐，爱甲正燕公平竞争啦，卖好人心啊，够人美，感觉就为难。所以我就爱选甲千里物流无同的路去行，安尼较袂麻烦。嘛好啦，毕竟千里物流嘛算是老牌子啊。你要甲伊拼，传统业务一块，算是较吃力。而且即摆啥物代志啊，拢在讲创新。你敢若真头前，会当拓展的版图也真大。嗯，
恁即马刚是咧讲我千里乌流是老旧派，哼，真正想看轻我王振燕。医药物流这地，我讲唔是无计划。既然你已经摕到医药物流的认证啊，应该是干那想要做我的生意啊。无唔对啦，我会去找美琪生技的柜台讲看嘛，因为佮药品哦需要低温冷链运送啊，而且哦2到8度C 温层呢，一直保冷效果是上歹做的。啊，不过我已经准备好啊，我对阮豪姐有信心，所以想讲哦去讲看嘛。真拍拼。我相信凭你的专业，还有热情，一定会当成功合作的。多谢你，先预祝咱哦合作愉快。赵尚豪，你敢那是并购清风物流，都想要做贵档生意，真正是唔知影家己有几扭动的。凭我甲贵档关系，我哪有可能和你接呢？我毋是早就甲你交代。今去处理医药物流的认证，是按照比咱国较慢的豪杰物流已经提到手啊。咱千里物流也是无提到。有啦，副总，我一直拢有在处理啦。啊，不过毕竟咱千里物流唔是以冷链物流为主的啊，一寡设备哦拢卖外新的，所以进度较慢啦。我无啥物听这个理由，非得赶紧提到手。安尼，我就发到甲美琪生技的柜档合作。柜档。副总，啊，你哪会雄雄要甲伊做生意啦？咱千里物流这么大呢，啊，无差一个啊！哦，我知影啦，是毋是迄个赵尚要甲贵档的合作，所以你是要甲伊抢过来？做生意人客是愈侪愈好，无虾米抢唔抢的。你若是无赶紧提到手，到时阵这个大饼，都予赵尚豪归我捧去。副总啊！唔是我无想要赶紧处理，实在是因为咱真正是卡在设备的问题啊，请你给我一点仔时间好无？你当时变个这么老实啊？有钱使鬼下下无？我都唔相信你伫万里做总经理的时阵，无用过枪。我知影啦，我老公我伫万里嘛做过几啊年的总经理啊，一寡人脉我也是有啊，副总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赶紧处理好的。你这届未阁花心吗？放心，保留我的信心，咱绝对也袂输迄个赵尚豪。副总，找过你的尸体，真有可能小子换你毁掉啊！真正就是嘞，是阿兄无乐意，连替伊收尸的能力都无。阿我阿兄向你求助，我连替伊打气，照顾你上爱亲人的这人。我尽全力替个天佑找回来，我咪找到真久，我真话你受到报应，不怪我用我这时间付出我这代价，阿兄一定做到够。是的，今仔跟咱暂时甲你分别，
暂时有所在通开，请你阿兄一段时间。阿兄，一定替你报仇。你放心，只要是我你跟天佑有关系的人，我一个拢会帮你说。父亲，这百位就麻烦你啊！阿哥，请你保守这秘密。除了本人跟伊丽以外，绝对袂当任何人发现这百位。你放心啦，等你百位兄也收完了，我马上就会收掉，袂叫人发现啦。多谢你。少年，你心肝想要自卑，才愿意给你机会重新做人。但我做是我，我绝对袂原谅，这还是我兄的杀人凶手。织田健司到底是安怎？唔那几个人，我向伊伫底提防的真话，你不我囝，甚至伊伫提质量的代志来甲我口舌。伊明明都唔是这种人，那又能变个安尼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织田健司。现在在这里，跟你无关系。你为什么神啊鬼啊拢唔相信，干那相信你家己？啊，是你对志宏啊，搁有天佑做甚物亏心事，所以特别早来这向神明忏悔。你到底替前话你母仔囝暗藏甚物秘密？凊彩你安怎想？我无使向你交代啥。我唔是爱你交代啥，我是希望你能甲较早同款，啥物代志拢甲我讲。你若愿意甲我讲，你发啥物代志，我定尽全力甲你斗相共的。应该死的人是你，应该死的人是你。我干了啥物代志，变成离开这，就想到要斗我了。你离不开嘴，我想要哪跟你斗三工？你无可能无代无志变一个人。我拜托你想清楚，你的记忆敢无一部分已经无去啊？若真正有，迄绝对不是因为什么车祸后遗症，迄一定是你被彭启昌催眠啊！阿淑君，你不要讲遐有诶无诶，不用讲，为什么控制我？我跟你讲。现在我头脑很清楚，任何事情我拢无放袂记，是你自己放袂记的，我拢已经想起来了。既然你讲什么拢记起来，那呢，你敢袂记哩？你帮我彭启昌催眠，而且你无想要继续去控制，对不对？澳洲请周玉梅回来斗三工，结果伊发生车祸。你有了证明，这车祸不是意外，你得真尽心在调查。因为对周律师感到愧疚，我宁愿我拍过后和伊查某囝做评选，我会做致电集团的董事。周律师发生意外，虽然疑点够真多，但不过无调查出啥，
所以这个代志细节，我拢完全无放袂记。安怎？你即马过什么疑问？有，这所有问题，你来给我一个答案。我所是在织田见识，伊是一个外表看起来真冷淡，啊，不过伊心肝内是真温暖、真体贴的人。伊捌为着我，甲伊的丈母、伊的太太疼破病，伊嘛捌因为我伤心替我查好，甚至伊捌伫我身躯边轻轻甲我讲，过去拢已经过去啊。伊会包容我所有一切，伊伫咧鼓励我，给我力量。啊，不过这个织田健司已经无去啊，我敢明请你斗三工，甲伊找转来，给我好好甲伊讲话。那是因为咱对对方了解不够深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刚刚是我给他洗头了，所以你就要走来跟我保感情，想要继续做我的助理。可我真的是因为这样，你当时是吗？因为你跟我不共心。敢是因给你洗脑说我不是好人，所以你相信啊？你是不是好人，跟我做靠别人的认定。何淑君，你自己应该心里有数啊。有气啊！你嘛行较慢呢。啊，是变哪行较慢呢啦？欠钱一套走，对病医请假出来，嘛唔知伊走来才要创啊？我刚才伊手机有改定位，啊，那无我嘛找无伊，唔知伊到底是来这要做什么代志，嘛唔知要跟谁人见面，我若无赶紧找到伊哦，我真啊袂安心啦。又可是柯淑君。创啥啊？讲你想说，你讲不是。我不是叫你哦，爱忌惮欠钱，今嘛就是上好的时机。对，你捌甲我讲过，我无应该要紧别人哪看我，因为我无法度改变我的过去。啊，不过不知是安怎，我就特别要紧你对我的看法。可能是因为前一阵嘛，得到你身躯边甲你斗相共，所以特别需要得到你的认同。毕竟，你嘛讲我这个助理做甲真认真啊，敢毋是？所以我无想要予我认为真重要的工课，安尼清清菜菜就结束。拜托你甲我讲，在我上班最后一天，就是发生车祸、气爆意外迄天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伊根本就是咧甲欠乞讨的。下手够卑鄙的。迄天，你若要甲志宏见面，你阁要把所有行程拢提掉，然后你就失去联络，我们才会着去找你。结果甲你见面的时阵，你袂输，比去甲人输赢同款。我头一次看到你的情绪失去控制，而且迄无亲像是要去找丈母食宵夜的心情。你好好想看卖，你敢袂感觉足奇怪？你是讲啥呗？伊本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套我的话，伊也未经过，我记个清清楚楚。既然安尼，你敢未记得彼暗，你到底是咧气啥？彼天你甲志宏做伙失去联络。然后志宏就失踪啊！这让我想起迄暗你的态度，你袂输要去找元首人去报仇同款，所以我怀疑你去面搭找你丈母，迄是因为志宏。
你知影志宏发生意外。你莫遐家己想家己着，以后是赶时间尔。织田健司，你明明真清楚，我唔那是你的助理，更加是你的好朋友。你认真积极，要找出家己的身份，而且想要大三工，找出天佑、圆圆还够子祥。你嘛甲我讲，一定要找出真相，才能阻止所有人继续受到伤害。敢讲你拢袂记哩啊？我唔是放袂记，我是放袂来。昨你的病因，你有质问我，是放袂来啥？是金钱、款式，还是阿伯情分？我即卖当甲你讲，拢是，这我拢放袂来，所以我选择对家己负责。代志就是安尼简单。我唔相信，那你一透早走入来要创啥？你应该伫个病院好好休困，你现在才倒来遮，你要哪解释？我无啥向你交代。你哪交代？你在砍下真侪人人命。这跟我无关系。敢毋是因为你，算是我向你的太太，还佮丈母迄边，所以你出袂志宏，甚至佮因做伙害死志宏。佮点去？你生气啊？是因为你心虚，所以你才来遮向神明忏悔。既然你无想要老实讲，那安尼，我家去问好清楚。放手。不用的，那是会发现志宏的摆位，代志就有忘不掉啊。尤其啊，假使讲看起来无法度回答柯淑君的问题，安尼就代表伊的催眠无成功。放手，柯淑君，我情况认唔着人啊，变真正是你啊！圆圆，你先到叠家。我跟小舅做伙来啊，我都要去变数，请你叠等我。阿妈，那叠家。妈。我是来替志宏，阿哥有天佑营救平安的，等到是你。你先做甲庆吉做伙来吃。我透早去巡房的时阵，看到社长，感觉伊敢若有心事，我就陪伊开讲。伊讲伊较早伫日本的时阵，有去神社更加看看的习惯，去祈求心内平静。我看伊状况无啥物问题，就提议爱带伊啊来庙下拜拜求平安。我嘛顺续祈求神明保庇，阿公来赶紧清醒。刚刚你好心的话。你嘛唔相信？柯淑君，你即摆过有啥物疑问？肯子，你若对病医走出来无甲我讲，害我找伊找出久的。尤其，妈，你哪知我来遮？是我叫尤其哦，用手机电话才找到你的啦。我刚才你无代志。你敢知影我甲尤其烦恼干呢？因奈在遮，敢讲伊是甲你做伙来？我甲小张做伙来遮，拄好拄着阮妈。刚好遮拄啊好。柯淑君，你是毋是因为阮汤庆吉甲你洗头路，所以超工甲伊对调的，才阁要找机会报仇啊？我无遮尼无聊，要跟踪庆吉。难道是恁母仔囝？先早要甲庆吉缀条条，敢是惊伊良心发现，甲我讲出所谓真相？柯淑君啊，事实就是你已经让庆吉
给你踢出织田集团了啦。以后不管是公司，或者是欠钱的事事，拢跟你无关的呀。所以我告诉你啦，莫想讲要用什么奥博继续留我欠钱的身躯边。就是啊，请你离我咱较远的。啊，若无，我为着要保护欠钱，是会对你无客气哦。欠钱，你若是拜完啊，就赶紧带阮回去啦。唔通袂记哦，你有答应我甲玉琪要好好尽量呢。是啊，行，咱来等。喂，老婆，你讲啥？阿公可能要生产啊。好，阿公我欢迎啦，我赶紧等伊便宜。玉琪啊，咱嘛记来去啊，我阿恁爸吼一生产就看到咱宝仔囝。我醒过来了。老公，你让姨娘回来就准拄煞，是安怎这对母仔囡仔做伙回来啊？你打电话给我的时阵，伊住伫我边啊，我只好互因对来啊。恁不准离去看我阿公。是安怎不准？不管安怎讲，我嘛是你的时代。你唔通伫咧遮无大无细，无法度，你就是无资格。那安尼我有资格啊无？你四张，我四本，我比你搁较有资格。你明仔做动我入去看阮爸。唔管哪样讲，为着要保护阮阿公，恁两个人拢不准入去看阮阿公。我就是要入去。袂用啊！你袂准让我入去啦！走啦！你好啊！你即马伫创啥？文玲，我想要入去看恁爸。真歹势，今日不方便，请你回去。是安怎不方便？是恁爸讲的，还是讲伊根本就唔知影你甲阮做东来门口口的？阮爸即马身体真虚，请你莫惊伊。恁爸即马身体真虚，啊，你说是已经精神来信？我不可能让林红来刺激阮爸。你是讲讲阮会刺激你爸，还是讲讲阮插你的爸啊？你敢不是一直讲啊讲爸的意外甲阮有关系？那安尼既然爸清醒啊，阮当然嘛是在第一时间出现伫伊的面头前来证明阮的清白啦。是啊，除非是恁爸开嘴啦，讲伊无想要见我甲尤其，啊那无，阮也是要入去看伊，就算我咧加十道门，阮嘛是要入去啦。你若是搁要乱落去，我要叫保全哦。龙芳，紧嘞，紧叫保全。搁丢丢啥紧嘞？尤其，毕竟文玲是恁阿姊，有话好好讲。我想应该不是袂当参详的人。我甲伊当作是我阿姊，也毋过伊敢有甲我当作是伊的小妹。明明知影我做着去爸的，也毋过，却一直阻挡我来看爸。爸，爸，我来看你，我讲我来看你啊！你有起来无？你精神啊？你起来给人照住啊！爸，织田雪，你即摆遐大汉是要创啥？我嘛会惊着。你嘛希望我卖伫遮大细声，那你会帮我入去，啊若无我继续叫。爸，雪，爸，雪，我跟我转了，雪，爸，这里啊，弄你了，崇爸，爸，我是 Yuki 啊，崇月玲，恁两个真正有够超过呢，恁爸就爱袂精神，恁特别假吵，但是讲爸叫着上来了。啊！你不是讲恁爸特别精神啊？何有去安尼大声话，会精神了搁较紧啊？我阿公即摆的状况，连医生拢无法度确定啊！你看安尼较惨，我拄则无想要让恁入来，我就是知影恁是要来乱的。
阮爸若是有任何事甲啥，恁爸打去，交出去。这么就讲，美英，我嘛要来看爸，你美英抓到我了。公，你真神啊！你刚好就听听我讲话。爸，你想要讲啥？爸，你先走，你那么爽快是吗？不是的，妈咪，阿公一直跟你讲的。阿公，你想要讲啥？偷偷讲，偷偷讲，无要紧。崇发，你目睭那真紧紧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身体不爽快，感觉足痛苦啊？别怕啦，别怕啦，你已经平安了，有我们在，绝对没人再敢伤害你了。爸，你是不是还要说我很吃辣的？没关系啦，要不然你就休息了，等过一阵子你体力有较恢复的时候再跟大大说。我哪无法度通出声，你身躯嘛无法度通振动，到底是安怎？爸，你是安怎？是安怎不爱讲话？我去找副院长，叫伊来看卖。阿公，你敢有法度通振动？你叫我来手看卖。打算要来，要来谋害咱家的鬼。崇爸，现在是安怎了？你不是已经清醒了？然后咱就跟那植物人同款。我是外地，你看你我是谁无？曾月丽，你这个歹心毒性的查某，不准你靠着我，走，你走。尤其，你爸都无反应呢，阿婆，你甲你爸爸讲几句话，甲伊鼓励一下，好不？看你受伤这样严重，我真正做唔甘的。到底是什么人把你害到安尼啦？一定是有人贪财啦！看到恁爸爸这种大头家哦，行在山路顶悬啦，一时起小贪，想要抢劫恁爸，啊，恁爸可能是反抗，伊就想要恁爸死啊！好干啥啦？恁爸爸是个人天上，躲过一劫。卡多真正受了，因为小贪变来伤害爸，那迄个人一定也不得好死。唔对呢，爸受连过，讲个爸的人一定唔那一个，所以是迄阵人一定死啊真凄惨。是啊，迄阵人哦，一定是不得好死。好佳哉，好佳哉，爸还佫活嘞。爸，
是的，我真正无想要伤害你，也毋过我嘛袂用甲妈放任管，我无其他的选择啊，请你原谅我好无？是的。恁两个双面都鬼，唔免阁演啊！恁都是要来试探我的死活，即马看到我无法度通做出反应，袂输敢若活死人共款，真安心啊吼，真欢喜吼！恁到底要霸占我公道什么时阵？请恁离开！是老噶，恁若是无想要阁痛苦一摆，最好是家己主动去地府报道。莫害我哦，怪慧刚来处理你。我一定要拼死命活落去，然后我一定要亲手将你这个毁掉我人生的鬼，甲你收掉。妈，尤其，我想你的心意，爸收掉啊，咱先离开，让爸休困啊。走，妈咪。你莫惊，虽然会长讲你真心有一挂后遗症，啊，不过你放心，你完全恢复机会也是真大。谢阿公，你受这么大的伤，拢会当醒过来，你一定会平安无代志的。我的阿公上高，你是咱家的大条，无可能就安尼倒落。你发生意外时阵，最后联络人是子祥。子祥，敢有甲你讲，伊去倒位啊？子祥，子祥是安怎？阿公，你出意外时阵，佫嘛失踪啊？而且，啥？啊，子祥，子祥都替我去救莹莹啦，即摆到底是安怎？方小发，你是准备要上路啊？慢行无上火。你大家先出去外口等，好，拜托喂。爸，虽然我不希望你醒来指认我。也毋过，我搁较无希望你死，敢会当请你，着亲像即卖呢，活咧就好啊。希望以后我有机会会当亲嘴，搁甲你回一声实的，予我有机会搁真济做查某囝的责任照顾你。虽然我已经毋是你的查某囝。我爸现在状况安怎？伊即摆哦，呾清醒尔，情绪袂当遮尔激动。我已经先帮伊注射镇静剂啊，回心药困。所以阮阿公无法度讲话，无法度振动，这是好玩对无？这即摆就歹讲诶，老总裁伊是脑受伤，脑部分内底诶状况就歹评估诶。哦，虽然讲血块已经清除啊，但是加减拢会受到影响。看起来老总裁伊应该是肢体诶部分，甲个讲话诶部分受到影响。至于讲敢会恢复，再看老总裁伊的做法。所以会长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崇发暂时无法度回复信。庄月丽，你够对不起哦，我不准你就这样吧。会长，我爸袂当遐痛苦活咧，我拜托你。你爹甲伊斗相共，我拜托你，你爹尽全力，拜托你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支持你。哦，恁的关心甲恁的支持嘛是最重要，阮做阮努力。哦，妈咪，阿公这么坚强，一定会平安度过这关的。
本总裁，你放心，就算你今晚暂时无得指令凶手，无得交代志祥的行踪，我嘛一定暗中替找出真相的。李院长，小郑，你那句话，我感觉真气愤。我是实习，给我一个声明就好。小郑，那呢？我直接问啊，郑源，现在你嘛去那间庙？我想这应该不是巧合，你是跟踪我，还是跟踪你妈？我无特别跟踪谁，只是我早起要去病房看阿公的状况，所以很累，已经甲衫换好，准备离开病院。我会记得你并无请假，啊，不过你状况较特别，我就无从你病院对你出去啊。我对你跳到庙内面，所看到你跟我妈咧冤家。我看你的模样真着急，我在想你是不是有啥物一定要我妈避避，所以我就替你出面跟我妈挡下来，无让伊家你为难。那呢，你有看到啥？我啥物都无看到。我是讲，迄个庙内面有啥物我袂当知影的避避。既然你拢讲啊，你袂当知影，那呢，我希望。你永远拢慢知影，好，我明白。真是的啦，我讲我袂问，我就是袂问，我嘛袂去调查，我嘛无希望，因为我好奇，刷破你的计划，安尼就等于是甲你的敌人斗相共，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，而且嘛相信你会安尼做，一定有你的用。多谢你，俺不想做，你愿意相信我。你以前还过过阮妈，你甲我带去阮妈面头前的时阵，虽然你并无要报答你啥物，啊，不过这份温情，我永远会记的。上要紧的是，我相信你的威力。一个正派的人，袂做歹代志，就算啥物拢无讲。甚至超过伊，甲我妈拆破面，我嘛相信你的用意一定是好的。若是讲到底有啥物原因，就等你愿意甲我讲，我就会知影。这就是我甲伊斗相共的原因。假使你愿意相信我，就算讲甲我算伫你的计划内面，也无要紧。你随时当来找我，我真愿意斗相共。谢远。医疗，你哪里在？我是陈胜元，问一挂医疗方面的代志。哦，啊是啥物代志啊？医疗方面拢是个人隐私，无方便讲啦。哦，甲恁叫了也真歹势，我小等下才过来。免啦，我问完啦。胜元，多谢你，你意见我拢会记。以后我若是有问题，我会过来找你的。随时欢迎。所以有什么代志？是安尼啦，最近妈咪拢无食饭，气势真歹。即马阿公精神啊，马上是有进步。我想讲，咱会当带妈去食饭，甲伊补一下。嗯，若是妈，你嘛要好好补一下。呀，老公带你去吃好料的。来，妈咪，记得一挂，这拢是你上爱吃的菜。来，妈咪，他阿公去做检查，咱才有机会当出来吃饭。你看，这菜
拢是你上爱食的哦，爱加食寡，才有气力通照顾阿公。我无胃口。无胃口也是爱食。来，食一块鱼啊，补充蛋白质就好。阿公遐尔疼你，若是伊知影伊的小公主为着伊，唔食唔啉，伊真唔甘呢。是啊，妈咪，较早阿公上喜欢煮食给你吃，你若是吃到你喜欢的菜，你就会足欢喜的。阿公上喜欢看到你快快乐乐的模样，敢毋是？而且，其实阿公真正白人是长期抗战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，才能应付以后所有的状况。妈咪，你若是无想要食，就莫食。若无，你会颠倒搁较艰苦。我巴肚足枵的，我食。我爱加食寡，我食当照顾阿公。我一定爱加食寡，我才会当照顾哥。别吃那么急，别较慢呢，咱就要伤身体。哎呦，你哪会哭啦？敢是因为家着真艰苦？我就惊的，我唔敢阿公。阿公遐尔疼惜我，假使讲伊知影我遮尔艰苦，无你看伊就会赶紧精神。就是讲你是孟姜女哦、喔，伊若是安尼哭哭的，阿公就当恢复健康。人家讲不死而已是，你安尼一直哭一直哭，刚才好脸目睭拢肿起来，阿公白白健康。我哪会生出你这遐尔戆的查某囝？就是因为我足戆的。阿公搁疼我，我才唔甘伊。好啦，来，食一块鱼仔，鱼仔补脑。若是你变巧啊，阿公知影，无得卡，伊会欢喜甲伊遐讲话啊。咱真正需要较振作的，咱若是无较振作的，房价甲万代就无人花。盛源，子婷，即马咱本家就干那剩咱三个人来守护啊！玉姑，我到啊！哦，梁姐呢？她请你爸妈来，安全较重要。资料库内面啊，秀莲，伊就会当摕这份证据去报警。我拄才用爸的电脑，我要找一天哥的资料，结果我摕云端顶端看到一个足奇怪的档案，我已经落来啊。什么？伊们摕到证据啊？警方即马在申请搜索票。喂，这有，啊我支援哦。好，我即马先过。小海，你别倒来啊！李俊龙。若是白趁即马，早就赚完你老婆，伊能够为了保全家己，去牺牲别人。袂用的，走！你给我留落来，我不爱再过这款的日子啊！我今仔日要把这一切拢结束。钟月玲女士，你应该认识一个叫做乔玉雄的人吧？嗯，我认识啊。伊是阮妈的卡手人，专门咧替伊做代志。因为乔玉雄牵着几啊件案件，往下你会怀疑，背后有人咧甲伊指使。既然恁昨昏甲阮讲啊，伊是你的下手人，所以麻烦你跟我回来一撮。阿弟啊，阿爷报仇第一步已经成功啊，所以来我要支援你，彭启昌，
如果织田雪山的罪人想要报应，经过了一次撕裂的心疼，想再拥有曾经的悸动，那是不可能。经过着那摆，看见着你的心酸，想要讲出心内的情分，又惊痛伤痕。让你听见我的心声，只因我是个平凡的女人。希望予我保护你受伤的灵魂。就不怕会有多少滴泪痕，哭过了才知道伤心有多疼。无了解就不知，你吞了我多的怨恨。了解以后，就知影你是遐尼啊温顺。就不